长沙有这么一个地方，您不仅能一站式打卡茶颜悦色、黑色经典等各种网红美食，您还能近距离感受民间工艺品、知名老字号等特色商铺的别样风味。太平街坐落在长沙老城区南部，是长沙保存最为完整的历史文化街区。走进太平街，你会感觉一下就回到了千年前的烟火长沙。但谁能想到2000多年前，在雨雾朦胧的湘江边来了一个失意的年轻人，是他的到来成就了这条太平老街。他就是贾谊，西汉政论家，那篇大气磅礴的《过秦论》便是他的经典作品。贾谊出任长沙太傅的期间居住在此。太平老街从西汉开始就成为了长沙的商业繁华之地。说它繁华，是因为这里不仅保留了利生盐号、美孚洋行、钱益生粮仓等著名商号，还有辛亥革命共济会旧址、西牌楼旧址等历史遗迹。太平街很厚重，同时太平街也在更新。城市更新后的太平街不仅没有拆除老长沙的气质，反而让这里成为年轻人的新据点。各种网红品牌汇聚在此，渴了就点杯茶颜悦色，饿了各种小吃任你选择。年轻人的活力与老长沙的生活气在这里和睦共存，生生不息。从旧到新，历史在这里汇聚交融，然后又衍生出新的篇章。这就是太平街。